这生悠长的旅途，仍亦旅人寻找，可会得到幻变中，人一生追逐最后扑空，然后回去尘土安息在末痛。日光之下一切虚空，谁能让快乐永久换来美梦，何必将岁月耗在忧心苦痛中，神原是那样爱你，你未会懂。每颗星它光辉闪烁多灿烂，神大爱创造震撼称赞，人在世也仿如星星，岁月有限，愿你得享主爱一生璀璨。长的旅途，仍亦旅人寻找，可会得到幻变中，人一生追逐最后扑空，然后回去尘土安息在末痛。日光之下一切虚空，谁能让快乐永久换来美梦，何必将岁月耗在忧心苦痛中，神原是那样爱你，你未会懂。每颗星它光辉闪烁多灿烂，神大爱创造震撼称赞，人在世也仿如星星，岁月有限，愿你得享主爱一生璀璨。人在世也仿如星星，岁月有限，愿你得享主爱重寻期盼。诗篇九十七篇七至十二节：愿一切侍奉雕刻嘅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嘅都蒙羞愧。万神啊，你哋都当拜佢。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嘅判断就欢喜，犹大嘅城邑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哋爱耶和华嘅都当恨恶罪恶，佢保护圣民嘅性命，搭救佢哋脱离恶人嘅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根据启道本诗篇注释，诗篇九十七篇是一首赞美诗，颂赞公义的神君临全地。全诗以宇宙万物众神灵都当敬拜神为主题。诗人在第七节呼吁，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今日的经文八至十二节后半部和上半部一样，都以快乐和欢喜的诗句开始。
尊崇耶和华远超万神之上。诗人话：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城邑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以欢喜快乐的赞歌同声歌颂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为至高，超乎全地。传道书一至三章。以下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大卫之子传道者的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匆忙回到升起之地，风吹向南，又转向北，循环不息，周而复始。江河涌流入海，海却不会满溢。江河从何处流出，又返回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述说不尽，眼睇睇唔饱，耳听听唔够。以往发生嘅事，将来还会发生。先前做过的事，将来亦都必再做。日光之下根本无新事。人可以指住边件事讲，睇下一件系新事。所谓的新事在我们以前早就有了，过去的事冇人记得，将来的事后人亦都唔记得。我传道者曾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去研究探索天下各样的事，发现上帝俾世人是极重的苦功。我观察一切日光之下所做的事，看下都是虚空，好似暴风。弯曲的不能够变直，缺少的无法补足。我心里想，我获得极大的智慧，远超过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人。我拥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又专心察明智慧和知识。狂妄和愚昧，却发现一啲亦是暴风。因为智慧越高，愁烦越多，知识越多，痛苦越深。我心里想，来吧，不如尽情享乐，好好享受。唉，结果一个亦都是虚空。我说，欢笑只不过是一阵狂妄，享乐又有乜嘢用？于是我决意用酒使自己快乐，在体验愚昧的同时仍然保持理智，直到我明白在短暂的人生岁月中做何事才有益。我大动工程，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开垦花圃园囿，种植各种果树，开垦池塘，浇灌茂林。我买了薄被，又有身在家中的薄被，拥有的牛羊远超过有史以来耶路撒冷的任何人。我为自己积聚金银，搜罗列王和各省的奇珍异宝，得到男女歌优和许多妃嫔，都是世人所想望的。这样我就财势日增，享誉盛名，超过耶路撒冷历来所有的人。然而我仍然保持智慧，凡我眼睛爱睇的，心里渴望的，我都随心所欲尽情享受。
我的心从劳碌中得到欢乐，这个是我劳碌所得的回报。然而当我回顾双手辛勤经营的一切成就时，唉，却发现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转念思考什么是智慧、狂妄和愚昧。其实以后接替君王的人，除了重演历史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领悟到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者高瞻远瞩，愚人却在黑暗中摸索。但我知道两者终必有同样的命运。于是我想，既然愚人的命运亦将是我的命运，我有智慧又怎样呢？我只能说，一个亦都是虚空。因为智者和愚人一样，不过被人记得一时，日后都会被遗忘，两者都难逃死亡。所以我珍护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令我受烦。唉，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我珍护自己在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一切，因为一啲必留给后人。边个知道那个人是智者还是愚人呢？然而他却要接管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辛勤经营的产业，一个亦是虚空。因此我对自己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感到绝望。一个人用智慧、知识和技能所得来的一切，却要留给不劳而获的人享用，这个亦都是虚空，是极大的不幸。世人在日光之下劳心劳力，究竟得到什么呢？他们一生充满痛苦，劳碌中尽是愁烦，即使夜间心里亦都不安宁，一个亦是虚空。对人而言，没什么比吃喝并享受劳碌之乐更好。我看一个亦都是出自上帝的手，离开了上帝，哪个还能吃喝享受呢？上帝将智慧、知识和喜乐赐给他喜悦的人，却让罪人忙于积攒财富，然后将他们的财富赐给他喜悦的人，这个亦都是虚空，亦都是暴风。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时，出生有时，死亡有时，耕种有时，拔出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哀伤有时，雀跃有时，抛石有时，堆石有时，拥抱有时，避开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丢弃有时，撕裂有时，缝合有时，沉默有时，发言有时，爱慕有时，真护有时，真战有时，和好有时。那么人劳碌做工有乜嘢益处呢？我察觉上帝俾世人重担，使佢哋忙碌不休，佢使万事各按其时变得美好，又将永恒嘅意识放喺人心里，人却唔能够察透上帝从始至终嘅作为。我认识到人生在世冇乜嘢比欢乐享受更好，人人都该吃喝享受自己劳苦的成果，这个是上帝的恩赐。我知道上帝所做的都会传到永远，边个亦都不能够增减，他这样安排是叫世人敬畏他。现在的事并不是新事，将来的事亦早已发生过，上帝使过去的事再次出现。我又睇到日光之下，即使喺公道同正义之地，亦都有邪恶。我心里諗，不论义人或恶人，上帝必审判，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受审之时。我又諗，至于世人，上帝试验佢哋，係要佢哋知道自己同兽类无异。因为人同兽嘅际遇并无分别，两者都难逃一死，活着都是靠一口气。人并不比兽强，一切都是虚空，
两者都同归一处，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边个知道人嘅气息会向上升，兽嘅气息会降到地下呢？因此，我觉得冇乜嘢比人享受工作之乐更好，因为一个系人当得嘅。人死后，边个能够使佢睇到世间嘅事呢？传道书系本书嘅希列文标题，由七十士译本，即系旧约嘅希列文译本，再翻成英文。希伯来文嘅传道书标题系喺耶路撒冷作王大卫嘅儿子传道者嘅言语，佢系希伯来文嘅动词分词，意思系聚集。因此似乎是指到一个人在聚会中发言，虽然充满哲理，标题或者显示作者在一群智者中作为领袖的职份和地位。传道书显示，除了令人厌烦的生命循环，人们被困于无法找寻出路的宇宙，仍然可以获得意义和满足。人只要敬畏神，相信祂最后公平审判万事，就能得着释放。纵然身处历史演进和思想互异的物质世界之中，人生依然有一个目标和意义。由此可见，神对人类之事和种种的不平并非漠不关心，上帝将会判断人所行的每一件事。世人在日光之下劳心劳力，究竟得到些什么呢？他们一生充满痛苦，劳碌中尽是愁烦，即使夜间心里仍然不安宁，这些都是虚空。离开了上帝，谁还能够吃喝享受呢？上帝将智慧、知识和喜乐赐给他喜悦的人，却让罪人忙于积攒财富，然后将他们的财富赐给他喜悦的人，这些都是虚空，亦都是暴风。求主怜悯，世人将生命倾注投放在虚空的短暂中，却没有把握机会及早得着在主里丰盛实在的人生。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至十三节，身为上帝的同工，我们劝你们不要辜负祂的恩典，因为祂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下，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下，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为了避免有人毁谤我们的职份，我们凡事尽量不妨碍别人，反倒在任何事上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不论遭遇乜嘢患难、艰苦、贫穷、鞭打、囚禁、暴乱、辛劳、冇瞓觉或饥饿，我哋都坚忍到底，靠着纯洁、知识、忍耐、仁慈、圣灵的感动、无畏的爱心、真理之道、上帝的大能、左右手中的公义兵器，无论是得荣耀还是受羞辱、遭毁谤还是得称赞，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被视为骗子，却是诚实无伪，似乎默默无闻。
却系家喻户晓，似乎快死啦。睇下，我哋却仍然活着，受严刑敲打，却冇丧命。似乎郁郁寡欢，却常常喜乐；似乎一贫如洗，却使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哥林多人啊，我哋对你哋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只是你哋自己心胸太窄。而家请你哋亦都向我哋敞开心怀。我咁样讲，是将你哋当成自己嘅儿女。保罗为了避免有人毁谤他们的职分，凡事不妨碍别人，反倒在任何事上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无论遭遇什么患难、艰苦、贫穷、鞭打、囚禁、暴乱、辛劳、无眠和饥饿，保罗和使徒们都坚忍到底，靠着纯洁、知识、忍耐、仁慈、圣灵的感动、无畏的爱心、真理之道、上帝的大能、左右手中的公义兵器，以致他们无论是得荣耀抑或是受羞辱、遭毁谤抑或是得称赞，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感谢上帝在教会历史中藉保罗和无数忠心勇敢坚定不移侍奉主的使徒、神的仆人，成为后来的使徒美好的榜样。虽然主的仆人似乎落在百般难关、迫害甚至要死的当中，仍然靠着上帝有轻散、盼望、喜乐、力量和充足的信心过海船得胜、荣耀上帝的人生。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如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箴言提醒渔网束缚孩童的心，管教的杖可以将渔网远远驱除。求神俾父母智慧的心，能够在教养孩子的责任和托付上，以上帝的说话宽严相济，应约束时约束，应纪律的时候纪律，应恩慈的时候恩慈，应呵护的时候呵护，以致孩子的心被保守，得着智慧。
9月2号灵修思考问题，传道书一章二至三同第九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以往发生的事将来还会发生，先前做过的事将来也必再做，日光之下根本没有新事。日光之下根本没有新事，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这不断重复做的事上失去了意义和目标呢？你曾否思想自己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者的话对你有什么启发呢？亲爱主，感谢你提醒我们人生许多的劳碌，营营役役不断重复的活动中，容易令人失去生活的意义，迷失，导致虚空的人生。求主帮助世人在循环不息的生活中敬畏仰望主，好使我们在生活的循环里不断与主相遇，亲身经历主的同在。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门。